吸氧，这是氧气，有点缺氧，很氧啊。啊，不是，不是很氧就不用缺，就不用吸氧，是这样子啊。今天喉咙有一点不好，然后我要常常喝一些那个东西，然后才可以把那个声音压下去。然后希望大家见谅。主唱大人这般模样，让许多舞迷都好担心。五月天好好好想见到你，来到西安举办。不过阿信身体却亮红灯，甚至带起氧气装置上台，在台上吸氧模样，让不少粉丝惊呆。哎，阿信的手上有一个什么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哇，他带着一颗气球，是叫他吹气。他在吸气，这不是吸，这不是气球。哦，我在吸氧。这是氧气，有点缺氧，很氧啊。啊，不是，不是很氧就不用缺，就不用吸氧，是这样子啊。啊，我看看，哦，这一包里面都是氧，对不对？都是氧。OK， 氧得很。没，那你这个杯子是？杯子是我等下喝咖啡。哦，喝咖啡。啊，吸又吸氧又。接下来这一段稍微休息一下。对。好。好。好多，今天有点热。是的，希望大家真的很热情。不是阿信都说他小感冒，你还要他脱，你舍得吗？舍得吗？对啊，所以只要请换药带到。没有，马上现在在下面换衣服，他已经出来就好了。是是，今天喉咙有一点不好，然后我要常常喝一些那个东西，然后才可以把那个声音压下去。然后希望大家见谅，然后如果有会唱的歌的话，我希望你们一起大声的唱，好不好？大家想知道我喝的是什么吗？我喝姜香咖啡。像话吗？没有，这一般的饮料，一般的水这样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现在接下来这首歌，我想要你和五月天一起大声的唱，还为你演唱。为你写下这首情歌。身体不舒服，但还是尽全力将最好的表演献给歌迷，也希望主唱大人能多多休息，早日康复。完全热，林秀豪报道。